句实在话，其实《环太平洋》一上映的时候呢，我看完之后就特别想要一个带合金又能发光的危险流浪者可动玩具，但是呢，市面上一直没有出啊，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呢，万代的超合金魂系列算是了结了我一个怨念。所以说，即便1000多的这个定价并不便宜啊，但是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把它给买了回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在对比方面呢，我们先拿出一听可乐，方便大家对这款产品的尺寸有一个直观的认知。因为它的高度呢大约是24厘米左右嘛，所以说跟 Hot Toys 的钢铁侠系列比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矮了那么一头的。只不过呢，当我们请出自家的 Robot 魂系列复仇流浪者的时候呢，才可以发现这个超合金魂的危险流浪者，它的这个体积啊还是挺可观的。顺便也问一下各位啊，左边打一，右边打二，你喜欢哪个的造型呢？就把它的这个编号在评论或弹幕里面打出来吧。那么在主体方面呢，这款超合金魂的危险流浪者相较于原作电影中的还原度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特别是你可以看出啊，这次的体型呢整体的把控也是相当到位啊，而且呢这个头部和胸口也都采用了透明零件来进行制作，这个质感方面呢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啊，这款产品的涂装真的是它的一大败笔啊。可以看到，除了胸部和大腿这里的外甲呢，因为是合金部件嘛，所以说必须要进行喷漆上色的涂装之外呢，其他部分的蓝色外甲全部都是一个塑料成型色的外露。而且呢，为了让这些塑料外甲更加具有金属质感，万代呢还在这里面掺入了一些类似于闪粉一样的金属小颗粒。那这所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外甲部分不可避免的会有这个水纹的现象存在。另外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大腿前面这两个装甲上面的水纹这么对称啊？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其实它不是水纹，而是一个细节的刻画。而且呢，本品这个外甲上面的这个细节文字印刷图案的刻画，我觉得呢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同时呢，在这个内部的机械骨架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金色和银色的细节刻画点缀啊，都为本品的这个外观涂装呢挽回了一些分数。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款1000多块钱的超合金魂玩具来说，外甲没有全涂装也就算了，还有这么多的水纹，真的是完全不能忍啊。那超合金魂，大家对它的这个合金含量一定是非常关心的。首先呢，这个胸部包括这个手臂啊，这个骨骼部分，包括胯关节、大腿这边的外甲、膝关节，还有这个部分，包括脚底这个地方、背后的这里，还有这个蓝色的外甲，全部都是一个合金部件，所以说看起来塑料感十足，但实际上呢，用了真的非常多的金属啊，650克左右的这个重量呢，拿在手上，这个分量感呢也是十足的。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发光机构啊。首先背后这一块装甲呢是可以给它拆卸下来的，那这次的电池呢是在玩具盒子里面就有附属的，这点非常良心。那么打开开关之后呢，可以看到在正面它的眼睛、胸口还有这个胸前的圆形呢就会有一个亮起的效果了。同时呢，胸前圆形的这个反应堆零件呢还可以给它这样推进去，推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 RGB， 它会变色嘛，展现出那种类似于反应堆在不断工作的时候的样子。那么这一点呢，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可动性方面呢，这个抬头的幅度还可以啊，但是呢低头的幅度就比较一般了。同时呢，向两边转动的最大幅度就是这样子，比较局限。那么身体部分呢，首先它的这个腰部可以看到呢，在向前弯曲的时候，腹部装甲呢是有一个联动的，同时呢这个腰部向两边也有一定的转动范围。不过呢，这个腰部的平向转动啊，最大的幅度呢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它这个手臂在转动的时候呢，会连带它这一块装甲有一个这种前后的联动效果，这个在我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呢，感觉到还是非常惊艳的。只不过呢，这个手臂啊，活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限位。它的这个肩关节可以看到呢，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多重式的可以拉出来的关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轴关节。不过呢，这款产品比较可惜啊，它这个平举的幅度呢，似乎是达不到这个90度的。二头肌部分呢可以转动，这个没什么问题。手肘部分呢是一个双重的关节，所以说呢，整体的弯曲幅度也是令人满意的。另外手臂内侧的护甲呢可以这样子给它向前进行活动，同时呢外侧的这个护甲也可以分开，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它也可以向下大幅度的进行一个弯折。它的这个手臂啊是可以直接这样向前拉伸，拉伸之后呢，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喷口，把它往下打之后呢，就可以还原出那个 Elbow Rocket 手臂火箭，电影中呢翻译是天马流星拳，对吧？它向两边侧踢的幅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腿部呢向前踢可以看到呢基本还是90度，但很可
可惜的是呢，向后的这个幅度就比较一般了。同时呢，膝盖这个地方是一个双重关节，弯曲的幅度呢还可以。另外呢，在弯曲的时候，大腿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联动，小腿这里呢也有一个联动，只不过呢这个地方的液压感并不是涂装啊。那么脚踝部分呢，接地性可以看到最大的幅度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后面这片装甲呢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向前向后呢大概就是这样。同时呢，这个脚尖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多段式的可动，这个可动性呢还不错。这两块装甲可以向后这样活动，同时呢这边几块装甲也具备一定程度的这个可动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可动啊，我觉得百杂地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真的是超可动，我觉得本品呢还有一定的距离吧。配件方面呢，虽然看起来附属的并不多啊，但是基本上呢该有的都有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替换手啊，这个替换手型呢可以注意到，一个是这个开掌手型，另外一个呢是握持这个武器的时候所用的手型。替换起来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拔下原来造型手再给它这样插进去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手型也是自带这个转轴关节的，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让它摆出那个最经典的抱拳的姿势。只不过呢我感觉啊，如果它能再多给一个五指全可动的手型那就完美了。手臂部分内藏的这个武装，它这个链件呢也是以替换部件的方式再现的，整体的这个金属色涂装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安装的方式呢，首先是手臂两边的这个护甲要给它向前进行展开，然后呢手掌向下，那么这里面呢会露出一个接口，直接把这个剑呢对应着这个接口给它插进去就完成了。手臂上的这个等离子加农炮的展开形态呢，其实是一个替换件的方式来进行再现的，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细节刻画造型啊，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它其中啊有一块装甲是可以拆卸的，同时呢这一块部分我们给它拿开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面是装着它的电池舱盖的。它的开关很有意思啊，是后面这个地方你拉动一下这个部分，那么前面呢就有一个发光的效果。替换起来呢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它这个手肘关节呢是一个易拆卸的结构，只要对准这个对应的插槽呢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手炮给它换上去了。那么我个人感觉呢，这个手炮的发光效果搭配上主体之后，这个开炮的感觉还是挺帅的。只不过呢这个手炮它是白色的灯光啊，如果是蓝色的话呢，整体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对吧？它这个手炮上面的这个装甲特别松，你看在把玩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很轻松就会掉。另外呢，本品还附属的这个轮船在电影中呢是作为这个手持武器来进行使用的，也算是一大亮点吧。不过呢这个细节的刻画跟整体的涂装呢都非常一般，要是能有一些简单的旧化干扫效果呢就更好了。武器搭载也很简单，换上这个专用的握持造型手，再给它对准这个轮船上面这个特殊的凹痕，就可以再现出流浪者拿着轮船抡怪兽的场景了。那地台方面呢，可以看到整体做的我觉得比较一般吧。首先前面的这个铭文呢就是一个银色的印刷，也不像以前的超合金魂是有一个金色的名牌 logo 的。同时呢这个支架部分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可动性，只能够让它站在上面，底下呢也不能够收纳之前的任何配件。跟这个本体搭载的方式呢，也就是直接通过这个对应的卡位卡到胯下而已。相对于起之前超合金魂系列的地台来说呢，流浪者附属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寒酸啊。其实在入手之前呢，我对这款产品是非常期待的，但是实际拿到之后呢不免有一丝失望。虽然说论综合素质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危险流浪者可动玩具周边了，但是我觉得以财团币的技术实力，以超合金魂的这个金字招牌来说，这款产品呢依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那么本次的抽奖环节呢，奖品就是这个 Robot 魂系列的复抽流浪者。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呢，这个方式啊都打在屏幕上了，去我的微博涛哥测评参与本次抽奖活动吧。 OK， 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喜欢我视频的一定要记得关注或者订阅我的视频空间，涛哥测评每周六更新，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